有。节目类导播奖，入围的有：丁光慈、熊趴台湾歌李点孔、经典团体、中华电视股份有限公司。可乐、吴佩玉、原子少年 Aiden Boys、 T-POP 娱乐股份有限公司。宋建中，姐妹们的音乐万万岁，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。梁远义，公视表演厅，阿婆兰，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。钟怡莹，综艺大热门，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。第五十八届金钟奖一节目类导播奖，得奖的是可乐、吴佩瑜、原子少年 Aiden Boys。导播对表演的所有环节，包括歌曲风格、舞蹈动作、队形走位，都能完整掌握，快慢有致、节奏分明的画面切换，彰显了导播组与录制团队的专注以及绝佳的经验默契。恭喜可乐、吴佩玉、原子少年 Aiden Boys。 谢谢评审。这段路我走了不知道几年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为我自己走上这里。谢谢，谢谢詹哥，谢谢 Alan， 谢谢彦寿，谢谢詹哥一直以来还有制作人对我的信任，给我很大的发挥空间。我很多幕后人员我真的没有办法在这里谢，视讯小雨、灯光之阳、舞台蒋哥、音响瑞阳、无线影像，然后跟我最密切合作的伙伴，导播组跟摄影组，由宝才哥所带领的摄影团队。谢谢宝才哥，你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。对我来说，导播是集结台前幕后所有人的心血，透过我的双手，将表演者的温度传递到观众面前。谢谢原子少年的80位少年，给了我们很大的追梦空间，我们一点都不孤单。只要有梦，就勇敢去追。最后，我想说，谢谢我的导播组，姨母导播组，他们现在都在各地巡演。谢谢你们一直不离不弃地跟着我闯关到现在。然后，我想说，我不是100分的导播，但我会继续用我的100分，要求我自己完成大家对我的期待跟使命。我是可乐，来自原子少年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颁奖人，恭喜得奖者。